And this afternoon, Admiral Wang will be presenting the Chinese Navy perspective on deepening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. His second point is communicating all of it. 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，使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倡导者、推动者和参与者。中国海军遵循这些政策理念，坚持在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、合作共赢的基础上，以真诚、积极、开放和建设性态度，全方位开展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。 中国海军秉持共同安全、综合安全、合作安全、可持续安全的新型海上安全观，愿与各国海军构建新型海上海军关系，其基本精神是合作、信任、共赢，而不是冲突、对抗、零和博弈。 我们倡导通过对话管控分歧，秉持相互尊重、求同存异的原则，通过直接谈判与协商妥善处理和平解决争议问题，不能让老问题损害发展与合作。在争议问题解决前，保持沟通，管控好局势，防止矛盾激化升级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。 既往的历史表明，舰船和利炮使繁荣成为井中花，宝船和友谊才能铸就共同持久的繁荣。